欧洲杯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全部都结束了，今天晚上分别是丹麦和英格兰队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而英格兰队更是凭借上下半场的闪电战迅速的就确定了比分的优势，将比赛进行到60分钟之后，剩下的30分钟完全就变成了垃圾时间。今天的节目特别简单，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在接下来的半决赛里头会是丹麦续写他们的童话，将这个童话变成神话，还是复苏的英格兰能够更进一步创造属于他们的辉煌？ OK， 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的位置告诉我你的想法。